可芳，这一天我等待了四年，我也相信你也等待了很久。我下面要说出来的这句话，我不知道说完之后会有什么结果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勇气让我说出这句话。 老公，据我精密和科学的推断，今天是最佳受孕日。啊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老公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老公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啊，什么问题啊？据科学家对一天受孕几率的研究发现，如果想怀孕的话，做爱的最佳时间就是下午5点到7点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，精子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最高峰。 这个方便多。孩子父亲这一栏怎么不填呢？我还没想好呢。没想好，孩子的父亲是戚明峰，本来就应该写他。孩子的父亲是他没错，可是现在都是我作品。冬眠，什么事儿你都得考虑清楚了，省得以后麻烦啊。有什么麻烦的？ 你知道现在孩子上户口多麻烦吗？还有，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这孩子就是私生子。国家对未婚妈妈还要征税，等孩子稍微大一点了，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，就他没有，你说他得多失落呀！你这可疯附体了是吧？啰里吧嗦的。啊。 我说的可是真的啊！生个孩子可能对你来说挺简单的，可是要对孩子负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
再说了，咱们小时候的不愉快，你不希望再发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吧？我，冬眠。算了，准时先生来了。好，子然。亲爱的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做产检吧。啊，放心。 遇见手册、水杯、外套都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嗯，哎呀，冬眠，那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啊。我看挺好的。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他就自己说自己的。走。我看还是你自己好好考虑。来，老婆。老公。 亲爱的，吃点东西呗。我不饿。也吃一点吧，啊，那个，要不然就白做了，一点，一点，一点。啊。冬眠，咱们的关系呢也算定下来了，所以，我也给你一个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你这是在拍武侠剧啊？还要一个定情信物，感觉像是被穿越了。你这是在向我求婚的意思吗？ 你回来啦！什么情况啊？
这是个戒指吗？啊，他向你求婚了？还没呢。他说我愿意嫁，他就娶我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，太肉麻了你！你说他奇不奇怪啊？非让我把戒指戴脖子上。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？ 什么呀，死太监，公主还没着急呢。不过把戒指放在一个饭盒里，我就答应他，那岂不是太随便了？我才不答应呢！哎，看不出来齐明峰也病得不太轻了。帕林应该是失忆了。失忆了。 可能当时车祸和多年的昏迷导致脑部萎缩引起的并发症，虽然失忆了，可是人总算醒过来了。大夫，他还有机会恢复吗？这个不好说，谁也不敢保证。这需要你们家属的全力配合。失忆这么多年还能醒过来，说明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。 怎么了，主管？你还不知道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设计这些家具反响太好了，得到了很多年轻夫妇的大力推崇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订单全来了，很优秀啊你！<笑>主管，还是要谢谢你。那个时候大胆的采用了我的设计，换成别人不一定敢用。对对对，我很大胆。 你也很胆大，<笑>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光是我，现在连电视台也要采访你。电视台采访我？因为你这个设计非常前卫，而且引领这个潮流，你知道吗？<笑>而且他们说了，地点你来定。<笑>那就马场会所吧。 马场会所，宁小姐，这一款大胆前卫的家具很受年轻人的喜欢，请问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？所有灵感都是源于生活的，我也不例外。这款家具的设计是源于我婚姻生活的经验。宁小姐真的是非常豪爽，上咱们这儿来采访，我相信您的先生一定有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吧。说是采访才不，我这儿还打扮。是的，好看。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，毕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。看不出来啊，可风姐偷摸的设计了个情趣家具，磨平了。 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会咬人的狗，以后我就发现，谁想婚姻生活，就不会想。你说谁是狗呢？是不想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
金小姐，细节真的是非常重要，您说的真的是非常好。只要一点小小的新鲜感，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我设计这款家具，其实主要是想表达一个信念，就是珍惜眼前人。我希望所有像我这样渴望幸福生活的夫妻，无论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放开彼此的手，相依相伴地走下去。怎么了？你不许走。我去哪儿啊？这不是跟削苹果呢吗？啊？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说话算数？当然算数了。啊，我一会儿会离开一下，不过我是去找大夫，啊，然后呢再去打点开水。等你睡醒之后，接着给你擦身体。嗯，马上就完成喽。大功告成！当当当当！杜月笙就是从萧离的学徒开始的，最后萧生伤害他的大亨的。来，吃吧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！你能不能别磨蹭了呀？你不会去逛个母婴店还要带本《诗经》吧？我想带本我的母亲。天，哎，博士呢？哎呦，博士，不知道去哪个菜地里面勾搭小姑娘去了。别这样说。嘿。我说谁谁就来短信，十万火急速来会所。哎妈，赶紧去找人家博士吧。我还得陪你去买东西呢。哎呦，我孩子是等得急，我爸人十万火急等不及了。吃饭。那你自己去的路上小心点啊。十万火急啊！滚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的交往也算是隔离式交往了。我和闪闪零七九亲密无间，而且你还给我画过裸体画。今天我要跟你 PK 吃辣椒。你就别那儿找孙子，吃那么多辣椒什么行啊你？等我一秒钟啊！你干嘛？别回头，别回头。
话呀？